我们现在刚刚到达 Red Rock 门口啊，你看我身后这么长的一条这个海岸线，我们一会儿要开四驱车从这儿进去啊。然后今天非常非常好的海况，而且呢这个是没有太阳，有一点点小雨，非常非常的爽啊，准备干一票大。我们现在已经五辆车集结了，在等最后一辆车，当地本土之王，我们就准备进发了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许涛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。我是海豚，你就是那只小兔子。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鲍鱼之旅啊，就从这里开始了。大家在这里呢都要做一定的准备工作，都要放气，然后呢都准备好了以后，大家一会儿就可以进军了啊。进沙滩前啊，一般都要先放气，我们今天准备从40先放到20啊，一会儿陷的几率就稍微小一些，但是估计还是会陷。来，先一个一个放啊，差不多把这四个轮胎都得放掉。我们现在大部队已经准备完了啊，气都放好了，现在雨又下起来了，我们现在就等 World Blue， 我们当地的向导啊，他晚十分钟啊进来以后，过来，等他过来以后，我们就开始要进军了啊。哈，现在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，一直要干到鲍鱼的老家。现在车队六辆车啊，一起进发了。今天就准备在里面吃，在里面玩，巨爽！Go go go！ 你看，这个就是鬼门关的全貌啊。这里呢，非常的凶险，因为。我脚底下就是一个大坑，不垫石头的话，很多司机说一个轮架空，它其实就是动力不足就上不了。然后呢，这方就是悬崖，这方就是好几米啊，十几米的悬崖。如果你不小心，尤其雨天打滑下去，那就塞油拉拉了。走走，那个海浪一下就走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塞油拉拉，塞油拉拉，上去下压，这没有，这到时候轮子容易下。很滑，今天尤其下雨，这个地方是非常难过。如果顺利的过到这个地方。上到这里以后呢，反而不那么危险。你是海豚，我就是你的小兔子。我的老粉丝。这个你看过来以后呢，这个门反而没那么凶险。而回去的时候最难的点就是你急转左转弯是下不去的，它就会卡死你。所以你不能直接冲下去，因为那悬崖，所以呢要一点一点一点的下。所以大家都看好路况，车队呢就在这儿，每个人都研究一下，熟悉一下这帮是什么情况。然后呢，我们一会儿再从这儿一点一点点过去。马上上第一台车啊！我拭目以待。过恶魔之门的时候，路线也要掌握，配合上适当的油门，不伤车啊，也才能安全的通过。加加呀！全新福特小猛禽。帅气的一逼！帅气的一逼！今天很滑，很滑。走起！哇，前面这个路凶险啊，又是下雨，又是潮地，而且咱的车轴长，比较难过啊。但是咱争取给它
一把也过去了，咱不能丢人呐。过去以后呢，就是鲍鱼的栖息地了啊，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门，一般人过不去。你要去的地方呢也很远，所以呢，里面的鲍鱼才越大，它又大又肥美啊，还是有点小紧张的。大部队开了将近半个小时啊，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一次鲍鱼的老家，也就是红石湾啊。在到达红石湾之前呢，还有最后一片非常难走的石头路啊，这是以前很多大石头已经被炸开了一条不算路的路，所以车过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慢，非常非常的小心，一点一点的才能过去。我们终于到达我们今天要抓鲍鱼的地方了啊！就是这一片礁石的后面，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一会儿弄点烧烤，就在这吃起来。现在把车的这个车帐搭起来。今天天气非常给力啊，风非常的小，而且呢雨也停了，哇，太美了，有没有？我叔叔开始换衣服了啊，我们也准备开始要换衣服了，漂亮啊！这个地方也是海豹的栖息地哦，有机会可以见到很多很可爱的小海豹，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。哎，好不容易潜水服才换好啊，收拾好东西，穿好装备，最后到海边拿上鱼枪啊，再把脚蹼也穿上，这才开始了真正的鲍鱼之旅。把捕捉袋呢也挂在我的浮漂上，浮漂上连的有我的鱼枪、捕捉袋，然后拿着鱼枪拖着鱼漂呢一直往前游，下潜的时候呢就把它留在海面上，这样子别人看到有漂有潜水旗就知道下面有人，比较安全，而且所有的东西呢也不在身上挂，这样子也不会形成任何的水阻啊。我们现在是往海外两三百的地方游啊，开心的地方这些鲍鱼都很大，所以我带你外国外游一点啊。潜水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个这个漂和旗，别人才知道你在潜水哦。继续往前游，往深的地方去寻找比较大一点的鲍鱼。看我们后面，就是我们自行车安全扎寨的地方。我先看看有没有够大的，不够大的就深一点，带你们下去看看啊。在水面上调整一下呼吸，就准备下潜了啊。不错不错哦，大鲍鱼，上手抓的那一瞬间就知道这个一定是够大的。不错，抓到一个，我们去量一量啊，要12.5公分才可以拿。鲍鱼每人每天最多抓10只，量一下啊，尺子过不去，绝对够大，没有问题。哇，你看我找到啥？大章鱼一条，这条章鱼在我抓的章鱼里面也不算小的了哦。不需要去打它，拿鱼枪的头把它一戳，它就跑不了了。章鱼的法律规定呢，在新西兰是每人每天50只，不限大小啊。
不错不错，今天的章鱼烧有着落了啊，而且够新鲜，活蹦乱跳。这会儿带的这个网兜的这个 catch bag 装它还是非常有困难的啊，装了半天才装进去。继续调整呼吸，准备继续找更多的鲍鱼啊，可以抓十只，每一只的法定规定最小都要12.5厘米才可以拿哦。鲍鱼在海里面呢，就是这样静静地趴在岩石上的。然后呢，你看到它以后呢，要迅速地用鲍鱼刀把它撬下来，不然它会吸得很死，很难拿。手里的这把黄颜色的鲍鱼刀呢，就是政府给的尺子啊，它中间的这个窝槽就是用来量鲍鱼的，过不去呢就刚刚好。这只呢也够大了，这个鲍鱼刀可以在渔政署的网站上免费去要去索取啊。同时提醒大家一下啊，抓鲍鱼是不可以用水费的，必须自由潜。包括你水费的装备在车上和船上都不可以放，不然的话抓住你的话你会很惨哦。看见了吧，在水里面就是这个样子。再来一个近景给你们指一下鲍鱼，看一看它具体都什么样。看这石头缝里这个大的这个黑的，它又是一个，很容易找啊。如果你来对地方呢，人少鲍鱼多，而且你又会自由潜，一定的潜水技能，那么找十个其实是相当相当容易的一件事啊。你像我这次下去一次就能找三四只，上来只要确认它们大小够就可以放到捕捉袋里就 OK 了，找十个就是极潜的事情。然后用膝盖夹住其他的啊，手里面呢就一个一个量，量够了以后呢把它放在捕捉袋里面，确保你最多抓十个就可以了。然后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，一个一个量，每一个都要量啊，不够的就要放回去。估计这钱再抓上那么三四个，量一下如果都够大的话，今天的任务就结束了啊，十个鲍鱼就满仓了，然后就可以上岸了。鲍鱼很快就抓够了啊，准备打两条鱼吃吃。上好皮筋，惠灵顿这个地方呢，多的鱼有这种青衣，不限大小啊，每天就是20只，肉质肥美，在奥克兰卖20块钱一公斤。你看，见了我跑都不跑，他们就跟着你，然后找吃。我这不就怼到我枪口上了吗？这一枪就爆头了。这个拿上去够新鲜啊！收工收工，拿上今天的海货上岸了啊！鱼货。我操，你这太大，你这大章鱼，给我拍张照。十个鲍鱼，一条大章鱼，一条鱼，够吃了。OK， 任务完成，上岸烧烤。很简单，好家伙，这大章鱼的。上岸了啊！上岸上岸了。啊，刚才抓的鲍鱼已经做好了，新鲜的鲍鱼粥，先吃一点啊，暖暖身子。鲍鱼已经切片喽，非常非常的丝滑。嗯，现打现捞现吃，味道就是不一样。今天非常有幸跟那个许大师啊带我去抓鲍鱼啊，然后我俩这个兴趣爱好都非常一样啊，想去越个野啊，享受一下大自然啊，然后呢互相拍一下哈、啊、对，互相拍一下，互相拍，对，不错不错，今天抓的还是很不错的啊，风平浪静，今天也吃完了，一会儿我们就准备撤了，因为下午一会儿天也就黑了，早点收拾，早点回去。他都拿不起来了。哎呀，我靠，怎么样？20公斤，有没有？这至少20-30公斤啊！这一枪命中，就得薅回来。我靠！这怎么样？不动了，平嘴使，我的心肌有点撑不住啊！哎呦我去！哦，欧耶！看看今天的收获啊，这40厘米就合法了啊 ，Red Monkey， 这个75，这都严重超指标啊！这12.5厘米的鲍鱼，我这一打20厘米，这爷爷辈了，这至少长十几岁。这些呢，叫 Green Bone， 也叫牛油鱼，英文里面叫 Butterfish， 因为它的脊椎是绿色的啊，非常的好吃。那个呢，皮非常的细嫩，帅不帅 ？Red Rock 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出大货、出巨物的啊。你看，我操，还有条壳，牛吧？爽歪歪。
这会儿已经下午四点了，夏天的话六点之前必须从这里赶出去，不然天黑非常非常危险啊。所以现在大部队已经开始原路返回了，好几辆车，其实需要蛮多时间的。这一会儿就又来到了这一片很难过的石头地啊，就是一辆车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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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挪过去，不停的有人要左右看啊，不然车很容易就被刮化，底盘损坏，甚至轮胎被戳爆都比较可能啊。周围都是非常锋利的石头。反正遵循一个原则，开四驱车越野，遇到这种困难的路段呢，一定要慢。只要你慢，很多东西都反应得过来，车子呢也不会产生就是巨大的损坏啊。小的磕碰是不可避免了，但是那也是越野的一部分。我来之前就说过，这个沙滩非常的软，很容易陷车。这不，大哥就陷下去了吗？然后我把我的车放在这里，当一个锚点啊，让他自己把自己拉上。这是 Bill 的车，这是 Cino 的车 ，Cino 的车陷到海边上了，需要用他的绞盘去拉这个救援带，自己给自己救出来。Bill 这辆车是当他的这个点。经过万里跋涉，终于来到了今天晚上住宿的营地。哇！经过万里跋涉，我们终于选定了今天晚上住宿地点啊！这看在叫什么 ？Pinnacle。Pinnacle， 对。Pinnacle， 挺好，挺好。这旁边有小溪，然后你看这个看在还有很多 fire pit， 很多都可以生火，然后所以非常美。我们今天晚上就点点火，然后做点饭。我们一会儿把我们的这个车顶帐篷还有地帐全都做起来，然后呢，好好的享受一晚上，太舒服了。有溪水，那可以洗澡的，你知道吧？这解决大问题。那边大海太看着了。哟耶！小伙子太开心了，刚来就骑上了。哎呀，28。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把我们的这个车顶帐篷弄好啊，弄好一会儿再搭一个车后面的帐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睡这儿了，应该非常非常爽啊。帐篷全部搭完了啊，我们一会儿就准备生火做饭，今天晚上点个篝火，把抓的海鲜好好做一做，美得很。哎呀，你看这忙了一天啊，大晚上的，我们哥几个准备吃点烧烤，刚才下了一场小雨，但是并没有阻止我们烧烤的心情啊。你看，这是我们抓的大鲍鱼，我们今天晚上准备把这大鲍鱼给它烤了吃了，看到没有，非常大的黑金鲍。奥克兰飞过来的木炭啊，木炭烤肉是最香的，你们也知道。那边生点火，野外生火，最好用的就是固体酒精。你看我疯的，左三层右三层，就是害怕它受潮。你像今天下着大雨，我所有东西都做了防水处理。要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话，会比较难过的。如果东西都湿了，很麻烦。估计三块就够了。多来点，好好做，用完做。哇哦！很少有营地让生火带狗啊，这个营地就是让生火带狗的，所以说非常非常的难得啊。每次一有篝火有炭烧，就完全不同的感觉。晚上有火真舒服。新年快乐啊，兄弟们！新年快乐！为啥我这一直没找的？新年快乐！再拿一个吧，那就。露！快乐啊，大家！我烤的旺得很，美得很。我们先来烤两只大鲍鱼啊！你看，这种抓的黑金鲍鱼呢，12.5厘米它就合法了。一般抓的时候呢，手掌你觉得都撑得抓不住，那么它基本上就是够大了啊。但是还是要用尺子量，
抽鲍鱼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一个勺子，然后从它前面嘴的这个位置呢往里面这么一插，它基本上那根筋啊它就拔不住。 OK， 这只鲍鱼呢就成功分解完毕，这个壳呢留着回家做纪念品啊，打磨以后非常漂亮，不要随便扔了。这个地方呢，鲍鱼这个地方呢，当地的毛利人是吃的，他们把它叫鲍鱼的肝啊，其实也就相当于鲍鱼的内脏这一部分，我们呢就不要它了，就把它呢割掉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，一会儿呢再去处理它。大半夜吃点鲍鱼补一补。这个鲍鱼它去了这个它的内脏肝部分以后呢，这个鲍鱼头的这本它是有它的一个牙的，这么一切你看它就出来了，剩下的这些东西呢基本上就都是可以吃的，如果你想洗呢可以把这黑的洗一洗，不过无所谓了，都是很干净的。我们现在把这鲍鱼呢准备切片，我们一会儿放在这个铁板上烤一烤，然后撒点孜然辣椒和那个盐呢，我们就准备吃一些这个烤鲍鱼啊，把它切成片，非常新鲜的鲍鱼，一片一片。这大半夜的在林子里面吃烧烤鲍鱼，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？这只鲍鱼呢，就整个就切完了。我们先烤第一只啊，往这个上面撒一下。哎呀，好，我们先来翻一翻，一会儿呢。撒一点油，弄一点孜然呢，把它烧烤一下，应该是非常美味了啊。加一点油，这是我们自己带地，已经不没有很多了。新鲜的鲍鱼哦，出海都没有超过12个小时的鲍鱼哦，你想想这要有多么新鲜，嗯。下次要不要出来跟我们一块来潜水抓海鲜吃，然后呢在野营地生火，直接吃最新鲜的鲍鱼，非常好。再来一点这个喜马拉雅山的红颜啊，喜马拉雅山的红颜，你看这红颜色的，哇，香味已经出来了，我就怕一会儿营地晚上有人出来找我们，让我们把火灭，因为太香了，你知道吧？香了。我们的木木摄影大神在后面已经闻见这个味道，忍不住我都出来了。哇，而且这个火非常好。来，兄弟们，嗯，这么鲜鲜嫩的鲍鱼，你们有没有吃过？哇，这一口咬下去非常 juicy， 你知道吧？里面是汁，外面是稍微一点那种烧烤的。就是有肥有瘦的那种感觉，但是里面又不是很柴，很嫩哦。又给摄影师尝一下，你看这个白的，太美了，这吃一口就想下海了。嗯，来来来，艾瑞克来试试。太好吃了！来，艾瑞克，你这有点太假了。终于吃那个试吃一把。还有一块小的，非常好。是吧？口感也特别好，嗯，软糯软糯，有的还外面还有点脆。往镜头上看说，里面软糯软糯的，外面还有一点点脆，非常好吃，是不是？把这个鲍鱼壳烘一烘，我们一会儿给上面烤个羊排，隔火烤一个，尝尝试试，有一个鲍鱼味的羊排。来了，赶紧粉丝先吃了。来来来，来摄影师，来来，赶快来。来摄影师，快快快，来先拿这茶漱漱漱漱口啊。必须要吃出原汁原味，食神都是这样的。对对对对，嗯，这特别好吃，那肉。先来一块，展开一点。嗯，新鲜的味道就是好，嗯，太好吃了！再来一块，再来一块，再来直接这不用评判了，直接吃完了。嗯，太好了，这切的也很好。嗯，嗨，哦，哇，两下被吃完了。嗯，自己被自己抓出来的工作好吃，对，新鲜主要足够新鲜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，这期视频是不是还是非常给力的哦？上山下海抓海鲜，越野又结识了新的朋友，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啊！就是不同的玩法，不同的吃法，让大家也看到了啊！来新西兰玩，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抓鲍鱼。如果你有一定的这个潜水技能的话啊，
可惜的是呢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拜拜。